好的，按钮不能就直接调，这边直接调，没有按你车安检的，你那个按一下看有没有办法动啊。这个不是正式比赛哦，所以就直接这样子测一测了。对，那这个你那个阿吉要测一下按钮有反应哦，这边就要测哦，不是进去才测哦，进去就直接打了。对，进去就直接打了，你自己按一下那个按钮有反应。对，因为这个不是正式比赛，对，就尽量让大家时间缩短。对，对，你自己按看看，有反应就可以了。五点多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比赛开始了。我那EP 对第一棒先派弟弟出来哦，那唯一的KY 哦，啊二 P 就是大智哦，这两个都是算蛮新的玩家，我们还蛮期待他们的表现。好，今天是KY 把对方弄倒，反过来好。甩这游戏摔很快哦，一弗兰哦，如果对方起身太近的话会被反抓回去哦。好，立回弄倒，中断挡住，好放火，那个降，那个错开那个落地的时间哦。好漂亮，弄倒，啊可惜。我现在两边都很安静哦。哦对，我们不反对对方的队伍的队友鼓噪哦，这都可以了。倒不下去了。当然你要帮对方的家，对方的队友，好漂亮哦！哇，这个摔低空，低空低空员这个反应很快。要去了啊，雪梨金那么多。这个不是同队开的鼓掌，那个现场是我们欢迎的，好漂亮哦 ！D A， 哇，这两边都。他就是过去一遍，现在这样走，哪有？好，这折多折下段，可惜。等速点，好漂亮，换边吼，这个不好打。好，多泽，那这个算是确定棒哦。好 ，OK， 挖下，他挖下段，下段，哇，补两次，哇，还有机会，米莉还有机会哦，好漂亮，哇，好，在角落啊，可惜。好，那我们先锋这个 KY 赢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二队。好，现在换谁？好，遥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二 B 队现在决定要派谁？他们这边第一名。好，威震上场哦。那威震刚看一下，我这个再测一次，要改一下吗？继续没人测哦。对 ，User One。对，这个。好，那我们 EV 测 DD 现在摄像头看得到，春风满面哦。好，那个笑得开心。好，那威震他主要是玩快的，那我感谢他很热情的参加这次的那个活动。那我刚看一下，他算是有出，我觉得只有。就是会有出，就是算是有已经算入门以上的玩家了。可能第一有利哦。好，那好对空四 S， 我现在是牵制。OK， 牵制，好放护身鱼，漂亮，第一姿势，这好判断哦。好，压制一次运到角落去，要折什么？哦，中断，很快哦，拔掉，碰倒，球，下段，以为 OK， 前置挡好漂亮，这个滑空基本上没有警戒的话是不太好挡的，虽然他发站还不算太快。好 ，B A， 他和哦这边也拔掉了 ，B A 区。就补过来哦，这个没有成段，不过挖下段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威震拿第一个灯。好，插盒空中空再取二 K 弄弄倒，要走什么下段？好，然后摔可惜被六 B 硬按回去哦，又是下段，又是中段，然后进入两边远距离的力回时间哦，所以 OK， 小弟追加 ，Dust 漂亮挡住了。可惜哦，那个火焰发射没有很快。夹断，多折，中断。好，再拆，还可以拆两个。好 ，DA 漂亮。好，换边有漂亮，换边对冲哦。好，这次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哦，插盒。哦，多折，进入多折哦。下段 DA。哎，可惜。我、哦、那个滴滴，很容易发生的状态，还有机会。为了男女，为了让人家，真是。好漂亮，逆回来。好，那现在两边进入最后一个灯了。牵制，哦，漂亮直防。我比想要举那个滑空哦，可是毕竟真会被扔扰乱了。OK， 打到弄倒，折什么？哦，分支折换边，哦，漂亮挡住，可惜那个不是连续防御哦，那个一放开人都会中的。好，进角落 ，EK 杀掉，挡好，啊，又是下，又是滑空哦，这个真的要注意一下，这个毕竟是雷文的特殊性能。放火，好打乱斗，不是乱斗，好冰针，放火。哦，指令头，这什么下段？我就是下段哦。哦，最后一次，啊，可惜蓝兵没按出来。好，开 D， 哇，中段漂亮。好，那我们被雷文得到死了。现在两边都派出中锋哦，那个。好，那我们一 B 队还有两个人。两边都剩下两个人哦，哦，二 B 队还有三个人。我站一下那个手把。哦，好好。要三手把。好。可以。就是我说他的手把。丢回去啊。要三手把。他不能关掉，他放这边，拉到这边。接一下就是了。哦。这样。他中三了，我。然后删除那个手把登录的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右边那个没有，对，恶名昭彰的 ID， 好，那恶名昭彰的老板。雷布雷塔跟赛雷比较新哦，这一次雷布雷塔比较新哦，那五月底会出雷布雷塔二，那是最新版本。现在我们玩这个版本是家用版最新版本，但是版本上面跟大还没有差太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EP 这派出中锋哦，派村长上。村长也是玩这游戏玩很久了玩家了，好，那他用的是谁呀？对，好，下段多折。牙齿哦，主找那个雷文的下段长哦，哦对空，哦大可惜没挖到，哇连段很失误，压制 ，stab， 弄倒，哇可惜蓝兵没按出来，再弄倒再折，好 DA 打雷文 DA 是一个不错选择哦，哇这个没有摇，不过其实手把不太好摇。跟手把的硬伤哦，好，这个哦 ，JK 打滑空，好摔，有点远，不过雷文的力也选优秀哦，漂亮，力也对空，哦，好，有够强，这个面对面，赛道了吧？不会赛嘛？你不会赛对不对？
好漂亮，差了啊，可惜。我今天真的表现可圈可点哦，这个难道是因为他的快打角色太弱了？中段，好，郭哲漂亮打到中段，哇，这个反应快哦。好，再连段，不过有补正。中段下段好摔，哇，这个好，那我们村长拿下，对，我们村长拿到也是又进入最后一个灯哦。下段丢球打乱洞行头，哇，这没有摇醒哦，这也真是手把，这个不太好摇。好，金霸的机会，哦，两边都小补破绽了。下段行头，哇，晕了，哦，没关系哦，那刚刚其实可以再一下大球，那我刚刚再大了，好，那我们二 P 队现在，对，那我们村长他是赢了这一场，那不要就一直在摇三球。好，那小心二 B 赛还有两个人哦，那个奇力又跟 Ken， 那他们决定派出谁呢？我们要先谁上？好，那 Ken 先上，好的。好，那我们二 P 的 Ken 是选择 Jack 哦，这角色很特殊哦，这个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。要打他，我骂荡夺荡夺，郭哲，哇，你直接金霸哦。那个教高金霸下去的话，其实性能强。好，二一局，被打掉。那个教高的那个空中 J D 钻性很强，但发射不算快。好，打塞，好压制，哇，这样进哦，打掉了。可惜没摔到，好，先丢球缓一下。哇，这个开防守，不过这样没什么被道具哦，这开防守啊，跳走，这个是这个地不指定球哦。平常如果没有出招的话，看到都来几条。好，折下转 ，OK。插和 C 二 D 过去，抓对方空内许，压制，把这个好被防爆了，这个不确定爆，哇，这打得很痛哦，这个算是教高的大棒，好，这个 D step 来，想要按掉，哇，被按掉，二去，折下段，哇，这刚刚应该是想要蓝 B 吗？好，大确定爆。OK， 又被无敌跳，不是无敌跳，好无敌无敌跳，好压制，现在是较高有力哦，小兵不见，啊，可惜还没摔到，夺者哦偷镜头，哇，这个想要偷换边就被摔掉了，好折，好这个硬按哦，这个中间有缝隙，那个较高的二 D 是无敌技哦，好学的，好最后一个三，对啊。
这个打那个对空的那个错开对空时间攻击，那这个接力很强。有主进攻 ，step 打把塞旁边挡住 ，OK 好弄掉房子，小兵。好，先压制哦。防兵营，又开防护罩。好，把塞确定。好 ，OK， 好，投零头，我进棒，哇，这个又是。应该还没，还没死。机会。哇，可惜，按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剩下七个哦。我们很久没看到七个了，精神比较满。小安，你有调完直接开始。比赛开始了，那我卧皮车最后一个人，好，开场直接用六三 P 去抓试试哦，很屌，好多折，啊，这个没有开 FD 哦，空中他们六 K 是不能不开 FD 挡，好多折中断，好防霸可惜太高了。不管在对手，在右边，还有机会吗？有机会。鬼的火力很高，那他们也是斜扫角色。好，直接出哦，应该有 bug。这个凹下去，这样还是有 bug 可以。好，黄阿信可惜没抓，不过笨受伤了。这鬼这一局扛着是笨受伤。好漂亮，谁有敌前置？哇，插盒，可能想按二局还一 K 吧。好啊，可惜，这个 C8D 落地才按出来，正。好，力劈互打。好，这好是 step。好，拔掉，这个拔。好，啊，可惜，想要，想要 C8D 吧。好漂亮。好漂亮，还有对方空这局哦，先读。直接派阵 K 吼，那斯利亚的派阵 K 是上半身无敌。好，这个 EP 队进入赛点哦。好，阿塞，这算是达拉姆的对称哦。哦，中断，有机会吗？下段啊，可惜没木压好。哇，这个。好，那么恭喜 B 的晋级哦。好，那我们请三四队的玩家上场哦。那第三队是奶油阿良撞一顿哦。那其他人可以先进行演示。那麻烦站一边哦。那小白天啊，大魔王是一边哦。那就麻烦站另外一边。先猜拳哦。好，那到3拳就可以了。好啊，我猜可以站吗？可以啊，旁边有。哎，那个，可以可以，摇给我。我觉得转不到那种。是前两天。是飞天的吗？不来，不来啊！不来，不来。我们应该是站了。不用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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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用，大鹏是什么角色？我刚刚要爆掉了。啊，撞人！哈哈哈哈哈！爆发！爆发！爆发！他撞人什么角色？他撞。他撞人什么角色？他撞人讲他撞人什么角色？水边。要肥浓吗？肥浓，那奶油嘞？阿斗。阿斗。阿斗。啊，谁要拍选？中间没有吧？
哦，银河那个，他们的角色是 DB 症，然后那就 DB 在那边。那他们的角色你们都知道吗？那个小白是 Axel， 那大魔王是 KY， 然后你们要 Protecting 对，啊 ，Protecting， 我们决定第一个他们。对啊，那们要先上，他们要决定谁派谁哪个角色先出来，你们决定要谁先，哪个角色。小白，我先打。好，上。好，那朋友你先上，你们自己决定看哪个角度比较打。我先给他投比较有力，他是我最有力。不会，我觉得是我。我先给你打这三只小队打，所以比较好打。我觉得是。那再打，三个。好，那麻烦那个小白换一下。好折哦，我先给你打谁比较好打，不是打中谁比较好打。如果用那个 KK， 然后我先打拉姆高的。拉姆高的。小不利吧。没有误过，他是屌的，会打到这么多。对，你知道强的罗内平中距会等你放箭，因为我们很少遇到那么强的。钓鱼，洗手间啊，在门口，门口右边。我已经上洗手间了，不知道什么状况可以看你啊，反正再挑战。因为我看这个非洲还有谁，我看。因为我看这地震动，他都会干扰。那边这种情况，他都要干扰。那个球博，如果你要练连段的话，里面有一台变身可以练啊。如果你知道那个麻烦，就是对战，看有没有要打。是在录哪？有没有打？看你们有没有要打那个。就 kick 坐在那边看一看一看练习模式。对，看一看练习模式。没有在。那 EP 三是在录哪一个 ？EP 那个 EP 第一招章的 EP 第一章，不知道 EP 第一章。二名招商的账号二名招商。对。那个也适合台，如果里面有人要打也适合台，那台空的话就是请。这边有打，这边上二。这边有摇杆，这边有两层。这个是下来电脑。敢，大家都想看你打力气。那这边还是摇杆，你要打用这只。这边有两只。没有，那只是那个，就是那个。哎，没电了，是没电了。他水没电了，这样好，有电了。好，测完了，那你现在开始比赛了。先锋赛哦，我就给你打那个扎头。那这一盘的话是，我就给你很难打扎头。好，郭哲压制哦。好，钻下钻下钻。好，想写这时候已经扣了一半血了。好，风摔。A 区 ，A 区。好压制，郭哲很失误，好回去。Mega Pistol， 这是中段。哇，可惜太远，差一点点。好地震，二 P， 起码你让我们大跳子。对，谢谢。好、啊、漂亮，直接一头跳走了。有，哦，这个黄阿西喷进去，下段放齿轮，哦，这个机会哦，好这个啊机会吗？哎、这个拉头一直抽两个棒，叫分身出来，很造嘴哦，不好判断哦。好，那我们我就给你先拿一场，先拿一个小场。这个状况，JD 弄倒，哇，神鹰头太早，好可惜，好压制，啊，连动可惜失误，好多折，好打乱动，憋去牵制，啊，这个是惯性会改惯性，好漂亮，先读，谈到，可是啊，玩家说不知道，那个一击还不错。啊，可以太远，机会啊，太早了，这个电脑就这个啊，想要直接投，这个会炸掉，还机会吗？还有机会吗？好，逃走，好判断，好放进砖哦，好雀板，穿雀板，砖啊，可惜没转出来，好，那我们拉头也是拿到一个灯哦。
先至 JP 对冲 counter 跟这一层段，好弄倒，后后我掉下段，好指令头，我放大砖，后面下的哦后漂亮，好对空，那个霸没霸到，被那个直接被去了。OP 好跳走，压制，第二局没摔到，对攻击，现在血量有差距了。康特啊，可惜，好漂亮。那我们 EP 对奶油先来一场哦。接下来看他们要派谁？哦，大魔王吗？还是小白？好，大魔王。好，那也是两位新玩家的对决。开场就用彩虹伞，看他会不会中。好，没问题。开场彩虹伞，对，一样用彩虹伞，看他会不会中。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比赛开始，中锋。好，快出！不过距离有点远，没有去吧。好，牙齿。是哦，漂亮，成功。好，两边的霸都用掉了。好，这一局可惜有点慢。好，挡住，知道下段哦。对，这个钻下段。好漂亮，你这太晒了吧！好，王阿西进攻，弄倒，牙齿啊没成段，这蛮痛的。可惜有点高。把他弄倒，没有，就是没有走出来收拾吗？牙齿，牙齿。好，那我们奶油先拿一个灯哦。好，多攻击，这个拿来防对方空间球，漂亮。好，康德会成段哦，二直跟远端康德是情况下成都会弄倒的。好，中段，好漂亮，好成段，那现在也是血量差距大哦，第二局牵制。好，冷静。好漂亮，你都有连完哦。那我们还有一打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大将小白，小白会没有烧你啊？哈哈哈哈哈。那我们赢的队伍会就是小白上 C 罗，对，小白上 C 罗。那我们赢的队伍会打刚刚晋级的 EP 队伍。那今天时光有点晚哦，那我们下一次如果时光照常时间开的话，也有可能会准那个，就是会办败者复活部分。我现在牵制啊，这个牵制很远哦，这个拉头没那么好放出那个小扎头小 AD 哦。好，力逼牵制，力逼远端打掉小 AD， 哇，这个小白不会是很会牵制的玩家哦。这个好，这攻击有机会吗？这个时候那个拉头血量要败啊，火焰高哦，压到一次还是有机会一波把那个阿克带走。好，牵制，冷静，好，空 dash， 弄刀，找机会，哦，哦，很准哦。不过现在小白没有气了，好，这样子，那大家都要等那个，好，那个大家都要等那个小 AD 恢复哦。牵制还是一样，瓦力劈，OP 连段。
Nice， 哇，对不对？光天之就已经打掉半，快要半条血了。哦。哦，那血量差距很大，不过还有八，可惜。好，先好，那我们好，那奶油已经一打二，贡献良多。好，那我们来大家做，来帮我们参与回答。就麻烦小白帮忙拔掉，这是他摇杆，然后这个。好辛苦了，恶名昭彰啊！收房的时候要选哪一个？第二个，一题一题必争。应该没有选火车吧？没有选火车，对对对。现在大家都可以选。选火车就要重演。好，那现在中锋阿良上场哦，就是用的是拉姆。好，前置哇，这个打到背后有点不好。好，也是前置哦。中段，好漂亮，防对方跳出逃出角落。我现在也是先预估了大概六哥的血量，拉姆也是找机会去看，有机会是把阿克带走，然后用掉霸。好，好漂亮，打乱中。BB， 好可惜，那个绿手2-6-3并没转出来哦。然后好没有出招，防这一局。有机会吗？哦，中段漂亮哦，也是带走，现在是还要败状态，我觉得还没有霸，这个再折到两只就死了，可惜。好，三哥血量 ，OK， 好，6-3P。可惜被跳走了，现在剩下1/3的血。啊，这是被打乱状况。好，可惜换边了，那个不好判断什么位置。变那个2K变成3K 了，很多折，好漂亮，挖下段，有机会吗？对空漂亮挡住，好机会啊，半条机哦，我达到机会哦。不过阿克霸满，看知道怎么把霸用掉了。霸防霸吗？啊，可惜啊，可惜啊，好准，很赚哦。好多折，把可惜被 hold 掉。好，先磨。好，放关兰喜。啊，跑出去了，啊，没有抓到可惜哦。可惜了，哎呀，想要，可惜。好，弄，啊，这样子先逃出去，啊，没有逃出去，好惜。好，两边都没气了，好漂亮。好，那现在阿壮，小白麻烦一下，阿壮打小白哦，也是两边的大将，打大将。不要，直接插在上面比较好。可以吗？他用武器，他今天配对，已经看有没有动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撞球打 Axel 哈。
好，六 P， 好，球证等于都被按掉哦。好，牵制，蛇下段 PK， 最后一局，有利时间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摔雀。好，空中连段，控倒折中段，最后一句，我要蹲着，那个二 S 没按出来了，好，好，这次我按出来，好，抓空摔，蹲着玩，这个球不会也是被 hold 掉了。六 P 这没瘦身哦，这个不习惯啊，其实很容易六 P 六 P 没瘦身被弄倒。好，球在中，阿中领先，不过阿中进角落。好，继续牵制。哇，两边都空针哦，那这种的 DA 还蛮优秀的，那个硬针小。好，中段压制，弄倒。防空，好，这也是现在双方是撞球领先哦，很漂亮，踩到对方后后，好多连段，拔掉，好可惜，太早，好中断，控制，然后打乱洞，猛碰后，空机会，高空摔。哦，漂亮，猜到。好，那我们恭喜第四队哦。那我们现在是村长，村长队伍打，好久队长够谈。村长队伍打小白队伍，那我们其他玩家可以就是继续也是和台没有关系哦。小白帮忙帮帮阿亮。好，那两边的角色如果不知道的话，问我一下。那一样猜拳。打入看到现在，好，再交给他。好，他决定今天的冠亚军是谁。那训刀都加起来，变强一点点，然后就少掉了，少掉。那我们好，好，好赢了，好来一边，好一边撤，那你们要派谁？一样，好，那就国球体。就跟现在一样，也可以进去玩。第一场打大头，又打第一次一样。好，那就继续，那个手把确认一下哦。那个小白，你们比赛前就先不要打。那可不可以给一些什么同队的建议，或者是鼓噪一下？不就这样吗？就对，好死死啊！对，如果在比赛人就先不要打，那就把牌子给其他也是。第一场打三号队长第一局 OK 的，可以的，对，可以的，对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小吴队友都这样。那我们等一下，现在是先锋战哦。那我们等一下赢个队伍，我们请他们讲一下感言。虽然现在只有一个麦克风，我们之后会再增加一个麦克风。好，现在两边现在是双方资源差不多哦。好，弄倒多折，好可惜，这个冰针没走出来，那个鱼硬质有点大，那个最速转有时候招数没出来。好，放水炮，漂亮，确认，有去多折，你也去阿宝，转那个我在干嘛？很赚啊，我觉得不错，可以啊，可以，第一批，哎，感觉黄是一霸，这个躲一下没有？真的是黄是一霸。干嘛玩不就好了？好，前置，力 K 踢到，好多折，前后，哇，有确认，好慢啊，可惜没弄到。现在是滴滴有力哦，不过是黑有霸，好，
死定头，现在血量汪汪一样哦，还没转出来，可惜。好，哇，没拉不走，被摔掉，漂亮。好，多泽，这什么？哦，折对方跳哦，他跳，哎、是不是？啊，现场开心哦，折最后一次，哇，没转出来，哎、欸，瘦身，好、哦、漂亮，瘦身哦，啊，可惜，啊，这种恭喜我们小白队赢第一个人，好，那他们现在派第二个，妹哦，不好意思。奇怪，感觉好像要跳，要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今天是第一次上场为任何，那使用之美。要登录一下。然后你 EP 选在这吧。他分卡根本没电了，你一重新按他就没电了。我先做一段，对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好，他撞好惨哦、喔，有我，我好自信，你敢黄金做线？我就很牛，就干嘛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二场由铁马先锋打围阵的妹哦，开场二 B 牵制哦，好中段，有去四六海豚，好，现在妹击到角落，他想要立给反围阵哦，那黑人的狮子很优秀哦，啊太近，三 K 好漂亮，一直对空，太强，我地下街的地主，漂亮 Q 把他霸掉。哦，零头，太强了，我都不知道他干嘛。哇，这个六三 H 抓到，不过有点重哦，所以就掉下来。好，先换出来，判断。好，飞过去，漂亮，空摔，漂亮漂亮。球牵制，那球很慢哦，那个 FDB 没有做很好弹。好，打完洞，六 OK。好，牵制。哎、欸、，H 想要打对空后、喔、啊，有点远，好漂亮，连断，好弄倒，可惜没有，可惜没有转出来哦、喔。不过你看得出来，围阵比上次进步很多、喔。好，把这个抓到，一定要搞。哇，神鹰头没有转出来。哎、欸，还有机会，应该还不会死。还有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他要转什么？好，冷静，好漂亮，蓝 B 把它弹掉了。好，试试，我知道对方是什么。好，拿球，前置，啊，弄倒，哇，这没，这个迟疑了一下哦。我看到画面了，好 ，FDP， 绊倒，绊倒了，绊倒了，突然觉得今天好像有点不太好打。蛮厉害的，这个蛮厉害的，这个 FDP 对空。好，六 P 没康可，非常沉重哦。好球，弄倒地震，插盒。好，原始，哇，这个没确认了，可惜。好 ，Do， 编制，可能猜到是 UP。好判断，停手。可惜没有刹车。啊，可惜没抓，好金棒，还有机会哦，妹的活力是很高的。好 ，Do， 插了 Do。好，最后一次，有什么？又折旧，不过黑人就是正的哦。我、哦、打、哦啊、这个好快，好会成段。是啊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。那个 FAB 都做不到，对不对 ？FAB 有没有超好说？你来抓小，新招。两边打得很紧张哦。好，多折地震。好台 FDB， 哎，好二 B， 是为了乌龟的二 B， 好，好，机会。太可惜，好，那我们恭喜铁马一达人哦，剩下很厉害耶，好队友很厉害，那我们现在EP 队EP 只剩下最后一个人哦，那我们二 B 队还是先播，那谁要打回中影哦？
没有学历的话，他会打的。已经他学走了。啊，他会，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他来过，他来过蛮多。那我应该是。啊，哦对，你要对对对，你要给他钱，没有啊，你就不要给他，不要不要，这个是来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来了，然后人才，但是不给钱。好，人最空，走来，太慌了，我要去这个，就是我们的两边，好，整头。虽然铁马很久没玩，不过对战直觉很好。丢，哇！今天铁马已经无数的插和丢把他丢上去了。然后这一二 D 是防摔吗？哇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神反应了，神反应了。然后最后走最后一次，哇哟！哇！一条十五六彩鱼，那太。这个太，这个太，太刁钻了。天马一军，星星哎。好，那我们继续。很漂亮，摔，把对方摔在角落。郭哲，挡住，丢去夹，好好判断。这个没有刹车，我们就直接夹。这个很紧张。哇，六比一，这个应该是。好，立 K， 好，郭哲。我应该是哦，死了死了。好，魔石，好，那各最后一个灯号，不过现在是铁马赛杰。黑马趴。好，身上选择比较安全哦，这个稳定压制。我要试哦。好，不过回形的是还是很优秀哦，太糟。好，零头，漂亮，好反应，看到地震，框在血了。好，桌子，好漂亮，知道这个棒，好，这个是确定棒哦。哇！好，那现在不过现在资源上面是推的有力哦。哇，好，弄角落，这个啊，可惜连断失误。哇！最后一次，两分钟最后一次哦。好，机会哦。哇！哇！好，哦，这应该死了。好，补仓。好，那我们剑斗喽。刚才第一组说到康德，本日最最本日最刺激哦。好，那个要调按钮，你的按钮应该按键应该不能提了。好，现在中锋大魔王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大将侧打中锋侧。好，前置，没事，好，多则摔哦，这个 CR 摔很痛。好，彩虹砍，漂亮哦，这以前他们不会哦，现在会了。好，这一次多则挖被身段，不过哇，好漂亮，连断油压制 ，do， 好挡好，弄倒主扫。折换边，啊，可惜落地不能联动，好拿他郭哲 ，step， 拆对方要，两边都拆对方要出招了，好 ，PK 确凡最后一次，我主扫，你可能要拆对方，这个什么，好，看得出来，大王进步很多，这个之前那个连端接不稳，好漂亮 ，reversal，啊，可惜太高。啊！好，中拳六 P 哦，这个六 P 把六给打，六给打掉了。好，中断啊，太早爆了，可惜。好，啊，可惜真的失误了。康特啊，太早，可惜啊，又动把这个，好漂亮，有压制了。好，连断，哇，已经污了一堆了。哇，插盒，连断，你看，我队友好强啊，都没有连断。
好，两个都做一次哦。啊，可惜，哦，这个跑判断不过太远了，这很可惜哦。老弹都接不完。好，那我们大魔王可是进步很多哦。我来举胜利的姿势。我把那个踢掉。好，那我们两边都剩下大将了。那小白打。不会动，他不会动。村长的鬼嘛。那按钮条那个大魔王那个按钮跟。接不完才是潮的象征，你们不懂对不对？接不完才是潮的象征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新玩家哦，不过他今天比较晚来，有点可惜哦，不然就可以参加我们的。好，我们开场，前置先弄倒，回去压住 ，step， 好被，好冷静，有冷静被对应了。先推远，漂亮列军哦，这个打对方很 step。好，那现在是那个按得很好哦，没有派身，好漂亮解摔。好多折不过，啊、可惜连胜数，爸爸没有爸，好爸。这个虽然哦两边血都进差不多，不过一边，我、哦、这个现在是一边有霸一边没有霸，但是有气吼、哦。好、哦、那个哦这个防霸吼、哦，好六 P 我这边举到、哦、这个 Slayer 六 P 很慢。好，那我们进入小白进入赛点了。好，前置。好，罗中选。好，对面旁边罗中选在讲话。好，哇，这个牵制，好，这个斗士哦，这个有点不利哦，这个状态。好，止血偷。漂亮，丢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状况上是小白领先哦，拔掉他们机会，他们机会啊，这个是好机会。啊，这个有点紧张哦。好，黄阿西，然后强行突入哦。好，可惜。嗯，那我们也感谢村长的剑斗哦，那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冠军就是村长铁马大魔王。哎，那我们下礼拜就举办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请冠军队来讲一下表演。好，那第一个你要先谁要先讲？你妈讲啊！大家不要接力，不要不好讲。那就慢慢过来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不能讲。好，那我们。讲一下你今天的胜利，对今天比赛的感想哦，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新的地方，或是你对于拿到冠军的感觉是怎样？其实我这一阵子没有碰这游戏，大概碰这游戏大概是两个月前了，刚刚稍微来摸一下。对，这个游戏呀，其实蛮吃判断力跟连段还有反应，然后我连段其实没练。而且那个是我练习模式，到英文啊，就是在家长来这边练到英文哦，好啊，铁马那好，铁马他最后讲那句，他前面讲那句话有点可惜啊。好，不过还是感谢今天的参加，我就希望下礼拜有机会再马再看有没有机会再过来参加。好，那我们请第二位哦，大魔王。好，你今天是优胜队伍之一哦。对啊，那你今天有什么感想？我今天的感想就是队友选得好，胜利美好。哦，我们是随机的，运气也是实力里面最很重要的一环。因为我们既有看到你的实力啊，就是你确实有连段什么都有在做啊。最后那个六 P 也是蛮可惜。对啊，因为
其实就是这个游戏我的角色是 KY， 然后他比较注重力回的东西，可是我的个性就跟这不太像，我就是想冲的这个样，所以会很多高风险的东西，还在练习力回的部分。不过整体来说，这款游戏我觉得对新手是一个还蛮好的，因为在游戏在这么多种类型，就算更不一个，然后都有进步很高速度的东西，我才玩这个游戏，因为才玩一年嘛就可以变这样，所以大家应该挺好玩的。好，那么谢谢。大家好，那我们下礼拜或下礼拜继续固定，那有机会欢迎。小白最后，小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小白拿冠军哦，当然，比赛最好是算激战的啊。那我们感谢他，然后这次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小白主办，那我也是只是算是接到电话，那我们也会请小白发表一下今天的对比赛有什么互动。哦，那个今天第一次哦，就是教学完以后，然后办的就是赛后的比赛哦，然后算是有点临时性，而且刚刚有点状况，那还是很感谢大家收看。然后今天就是就赛后比赛，反应大家算是比较有趣，其实胜负也其实也没什么，虽然说我还是打得很龟啊，就是。好，那还有什么？好啊，就先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，活动先到这边，那我们继续也适合到小白决定什么时候要关台，可以先开着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开着哦。那说不定晚一点会有什么其他的活动，那我们的直播台继续开着。好，那我今天暂时到这边为止。